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在淡水芙蓉二楼的一个咖啡厅。对，天天咖啡厅。天天咖啡厅，我们来吃早餐哦，是buffet的。好，今天是礼拜，今天是礼拜五，所以是算平日入住的，所以还是有buffet早餐。那有无糖的豆浆、味噌汤，还有一些面包。好，然后一些就是奶油、草莓一些果酱之类的。好，然后再你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环境，对呀、啊，很棒哦，可以观海哟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是法式吐司哎，蜂蜜，好，然后秋刀鱼，好，然后火腿片，早餐场，哇，对啊，很特别，是法式吐司哎，不是煎蛋啊，吼，欧姆蛋之类的，然后水煮蛋，好，然后荷包蛋，还有培根。培根，好，还有就是一些番茄豌豆，哇，竟然还有咖喱鸡耶！咖喱鸡，然后是酱烧面肠，哦，这些你想加速食料的那一种。对对。好，那我们。好，有紫苏，有菜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快速来，就是茄子的笔管面，哇，笔管面。还有这个豆腐，反豆腐。好，那这边为了配合防疫呢，所以就是戴手套哈，可以戴一只，就你惯用的那一只，左手或右手，好，肉燥白饭之类的。然后会有一些就是，配粥的一些小菜，青粥小菜，青粥小菜区，哦，肉松啊、刺身之类的。哦，然后还有油条，然后还有青粥，哦，咸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餐厅，好像就是是戴手套哦，哈。好，看一下环境。啊哈，我们这边就是有水果的部分哈，葡萄柚跟芭乐。这是莲藕。好特别哦，是莲藕味。好，然后玉米。这个是比较素食的部分。对，中式馒头。还有手工小肉包，小肉包，这个环境很棒哦。还有那一区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水，对，水果部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边还有什么。平日人也是还不错耶。小菜，还有味小菜，嗯，牛蒡丝沙拉霸区，哇，千岛酱、凯撒酱、和风酱，然后啊，小朋友喜欢吃的麦片，对啊，小朋友最喜欢喝的麦片，这边还有牛奶汁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有鲜奶哦，你看小朋友会自己用一些麦片。然后哇，还有可尔必斯哎，柳橙汁跟特制的奶茶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淡水芙蓉他们平日今天是礼拜五的早餐，buffet早餐的一个介绍。